小美啊，只要你好跟着我，我保你重回演艺圈，大红大紫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？哟，还一位美女呢！去，拿开你的臭手！我老公是顾家的当家。喂，老公，有人非礼我，拿着，我老公有话跟你说。顾家，一个三流的势力敢这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，你知不知道我刘墨王的人啊？哈哈哈哈，知道怕了就好啊。你老公说，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我不知道你是牛魔王的人。哎，现在知道了，给我喝一杯。啊，行，您说怎么的就怎么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哟，还有极品啊！放过他俩，你们三个都好不了。心月，快给张老敬杯酒呀！这敬杯酒而已，不会少块肉。啊，你。朋友，好久不见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好像没听清。顾城，你别装了行不行？你牺牲一下你老婆，不然今天谁都走不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跟顾先生说话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喝酒，也不知道这三美女都是您的人，要不给我一万个大嘴我都不敢。我数三个数。啊，三。我现在就走。顾城，你和他认识吗？他为什么对你这么恭敬？顾城啊，以前的事是我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有什么原不原谅的，只是以后我和你、和顾家，还有你老公再无瓜葛。嗯，好好好。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以后好自为之吧，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好运了。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吗？我说什么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最近一件又一件的事儿，已经快让我不认识你了。我能是谁？我是你老公啊。我已经不敢相信，你还是那个三年前满身是伤入赘过来的人。你到底瞒了我多少？宁宁，你相信我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。我是爱你的。既然爱我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就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要瞒着你的。你最好在感情这件事上没有骗我。请相信我。宁宁啊，明天跟妈去趟拍卖会吧。拍卖会？妈，您还惦记着卖玉石呢？合同我都签了，价值10亿呢，我势在必得。明天让我陪妈去吧。合适吗？当着我的面你们俩就开着小会了。妈，明天宁宁有事儿，我陪您去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明天有会，让顾晨陪您去吧。门票入场券就价值30000呢，便宜你了，哼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一定有诈。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明天我会静观其变。听好了，来这种地方，一句话也别跟我多说，免得丢人现眼。知道了吧？不要让人觉得咱们宁家没有教养。啊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压手的宝贝可是龙纹石玉，源自天山，极难开采，再由全国最顶级的雕刻专家制作而成，全国仅此一件呢。什么龙纹石玉啊？这在古代，这可是帝王家才能享用的玉料，现如今还有人能开采雕刻？哎，你们说这个宝贝持有者是不是赚翻了？你这傻老太太，一看你就是第一次来拍卖会，咱这里所有的拍品都是现场验真的，只有是真的才能拿着去拍卖。
我看这百年不遇的龙门玉石如此稀有，八成就是假的。你这个人呢，东西还没看到，你凭什么认为是假的？又没说你，莫名其妙，该不会这假玉石就是您提供的吧？我都说几遍了，你凭什么认为是假的？妈，妈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胳膊肘往外拐呀？真不应该带你来，丢人现眼！去，给我买瓶水去。傻老太太，真凶啊！对不起，现在这个厕所黄喇叭正在用，旁边那个残障人士专用的，倒挺适合。哟，这么高贵啊！上厕所还需要自己解决？你想带着烟过去什么？这儿是公共场所，今天这个厕所我非上不可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副总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是猪儿，都长这么大了都。您是？20年前，我做生意破产了，多亏你爸爸的帮助，要不然呢？我就流浪街头要饭了。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珠儿，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？我还抱过你呢。跪下！不用不用，不至于。珠儿，你这次来是有事儿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这间拍卖行是您的？啊，是我的，是我一个小小的副业。珠儿，你要喜欢拿去便是啊。拿走倒不必。只是有件小事儿，想请伯父帮忙。哇，让你买瓶水，磨磨唧唧的。刚碰见一个长辈。长辈？什么长辈？哎，妈，你别管。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您都别多想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的话，您。都别意外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看我的宝贝来了。感谢各位前来捧场，我代表皇家感谢各位。接下来我们要鉴定的是今天的压轴藏品龙纹玉石。这块玉石通体通透，开采于雪山，价值连城，想必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它的真伪。该藏品是赝品。什么？什么？假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皇家坑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敢在我们皇家地盘上胡闹，给我带出去！什么人敢在我们皇家地盘上胡闹，给我带出去！兄弟，你先别激动。死瘸子，谁是你兄弟？明明是你们把我们的宝贝调包了，还不让说。妈，你也冷静点。好啊，你说我们皇家调包你的玉，拿出证据来，否则别怪我们皇家以大欺小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在来之前让权威专家已经鉴定过了，绝对保真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皇家就没有权威吗？你等着，权威专家的鉴定啊，我都在家里呢，我现在就去拿。站住，拿个赝品在这胡闹一气，如果就这样放你走，我们皇家颜面何在？够了，这玉的确是假的。什么？好你个顾城啊，竟敢拿假玉来骗我！妈，我送给您的玉确实是真的，现场这个玉的确是假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们皇家调包了你的玉？是也不是，不是你们皇家调包的，也不是现在被调包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又听又晕呢？哎呦，我的头啊！妈，这样，这里交给我，我先送您回家。慢着，你先让我送我妈回家，等会儿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妈，他没跟出来吧？没有啊。你怎么知道那个玉被调包了？这说来话长，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哎呦，我的宝贝耶，那可是5亿呀！哎呦，妈，想不想把玉
拿。废话，谁不想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一个交代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是假的，需要赔偿100亿。三日之内，我一定把真的龙纹玉石交给你。无凭无据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是龙纹玉石的真正拥有者。真正拥有者？谁不知道你就是个赘婿？就算你不是赘婿，就凭你们顾家也配？赘婿的确不可能，但我是萧家，萧云州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谁不知道在远洋市当中，萧家只有一个独子，继承人叫萧云海。既然是这样，看来我们没得谈了，那换个人跟你谈吧。过来吧。你看我有没有资格跟你俩谈？家主，您怎么来了？主人，皇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？竟然联合萧家大哥一起来横看你，我有罪呀！不知者无罪。